手术开完之后，然后就带我病床嘛，然后我想说啊，那个医生就过来了，说，待会麻药退的时候会有一点痛，然后我说那个有一点痛是大概多痛？大概跟生孩子差不多。哦，很痛哎、欸！我到最后是我扶着那个病床，我是安内呢，我是安内，是半昏迷的哦，半昏迷，然后因为很痛，然后你会痛醒，然后就会起来，就奇怪，哎，我老婆怎么不见了？阿娘喂，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，温泉爱心小护士，哪里痛就会有 OK 绷哦。还有，对对对，不舒服就打，就是血压或者是怎么样，哎，就是帮妈妈看一下、量一下，给个什么意见啊？他都是家人的健康都是在他手上，好好讲话一下。对，但婚后呢？弃我于不顾啊！对，就差这多。我因为有做手术开瘘管，开瘘管，对对对，就是麻烦哎，就是在幽门附近。对，手术开完之后，然后就带我病床嘛，然后我想说啊，那个医生就过来了，说，待会麻药退的时候会有一点痛。然后我说那个有一点痛是大概多痛？大概跟生孩子差不多。哦，很痛哎！然后我说，因为我没有生过孩子嘛。哦，那 OK， 那 OK， 那 OK。那我老婆也在那边。然后医生要离开说，哎，他要回头。如果待会真的受不了的话，是可以就是要自费打麻麻醉，对，就打麻啡嘛。哎，比好比你的零用钱哦。对，那是挺贵的。一针就这么贵了哦。那是挺贵的，挺贵的。然后啊，我就说。哦，好，那我再跟，然后他说，啊，没有，他不打，他很会忍耐，不需要，走了，哦，好，那不需要就走了，哇，那个麻药一退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那个整个你会觉得你所有的神经都在痛，比牙痛大概痛了100倍，牙痛是已经全身不舒服了，对，就那种伤口很大，然后因为它不能缝合，所以它是开放性伤口，然后他就感觉就是你那个伤口在那边，然后。上面都是红蚂蚁在咬我的感觉，全身都很痛。我要坐也不是，因为坐会痛。对呀。那我要趴的也不是，因为他一直在痛。我说，老婆，你可不可以打个吗啡好不好？不用，你可以的。哪有？哎，我那时候已经超已经在室内，整个像罐头。哪有？乱讲，你这他这是演的，是演的，演很大。他说：“你如果真的很痛，那你就睡觉。”哎呦啊，我要怎么睡？怎么睡啊？睡得着？哎，我到最后是我扶着那个病床，我是安内呢，我是安内，是半昏迷的哦，半昏迷，然后因为很痛，然后你会痛醒，然后就会起来，就奇怪，哎，我老婆怎么不见了？阿娘喂，她躺在病床上，然后我说。你怎么会你怎么不是啊？你不是不用，那我就躺。是啊，也是啊，空着就空着。然后我想说，哦好，反正因为他得照顾我到出院嘛。对啊，也很辛苦哎，照顾人。然后我就忍着痛，慌着累，你睡吧。然后想说看一下夜景有没有打开啊？有，是对面大楼而已。然后夜景都没得看，又看着他，阿婆我真的很痛。他就说你真的可以忍耐。好，就忍吧，鬼一枚啊那样，整个晚上到天亮哦。这玛雅，你为什么不给他打吗？我觉得他在，他觉得我可以忍耐。他说我可以忍耐，你可以的啊。不是他已经痛成这个样子，我那个真的很痛，那真的好痛好痛。我觉得他现在讲的跟当时的那个完全没有符合，他现在在讨拍。你没有拍过瘘管？我当然没有啊。我有，可是我生过孩子啊。但我没有骄傲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好了，因为我是专业的护理人员，那时候我就问他刚那个麻药退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你会不会痛？对，他说有点痛。我说那1到10分你觉得最痛你给几分？他跟我讲3分，然后他是平常有在喝酒的人，然后我想说你使用那些麻药的话，退的比较快，退的比较快，对，然后你就说大概3到10分左右。我说那你再看看一下好了，如果你真的痛的话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我跟医护人员说。然后呢，他选择不说。我想说，哦，那可能这个痛是他可以忍受的范围内。不是，我都已经
这样的，他是痛到说不出话了，这已经11分了。那是不是你也睡着了？这样也11分了。如果真的痛是没办法睡着，他真的睡着了。我想说，我们两个可以心灵相通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然后他住院那个期间，是因为我要回家要照顾小孩，然后上班，然后晚上还要去那边，所以这样子来回大家跑了。辛苦啊，感动啊，太累了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要睡床上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因为他这样子不太舒服。”说：“好，那我借我先躺一下，借我躺。”一下这躺就一宿了，下午3点就躺到隔天的6点，这么久，很久，太累了。对对，这样子医院跟家里，然后又工作，太忙了，太累了。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太监在旁边一直这样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怎么要叫我？”他说：“有，我有叫你。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别吵我起来，我在睡觉。”对，可能那个时候真的太累了。Sakino， 痛就讲出来。对啊，还是你可以，我就11分没人看得懂。我想说，我俩心灵相通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表现出这种表情给他，但因为我老公真的，但是你自己不会跟医生讲，对呀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脖子伸直？可以走啊！我俩心心相印，我以为我们当下我的痛，他太累了 ，catch 不到你的那个，对，人类的悲喜是不相通的。